我哋话时话呢记录咩嚟噶？佢应该冇地铁嘅喺度，又唔系地铁，唔系又系艺术啊！咁开心，我呢个过山车，我一定会去过山车度玩，提一提自己先。哦，呢度就系电车厂啊！我明明见到有巴士厂噶，唔通我搞错？应该入唔到去噶啦，喺出面爬下算啦。有好多电车，有好多职员喺度做嘢。嗱，呢届就未见过喺呢条路上嚟行嘅。哇，好似博物馆咁啊！其实全部都系喐得嘅电车，因为我想去巴士厂睇一下。咁就继续行啦，睇下有冇巴士厂。唔通我睇错？是那间公司啦，我看地图就呢度，但系冇理由冇巴士牌噶喎。再左有啦有啦，巴士牌就喺呢度啊。咁啊，照睇咧就好阔落，唔难拍噶喎呢位，系嘛？阔过香港啲巴士厂喎。好啦，等我揾个第二个角度睇下影唔影到先，应该入唔到去噶啦，守卫森严啊，逢亲巴士厂都系守卫森严。前面呢度咧，应该系维修啊嗰啲厂嚟噶啦，露天白车呢度，我继续行下先。好啦，呢一架唔知点解我拍咗喺呢度，佢应该喺呢度入去嘅，就唔系喺后面入嘅，咁啊应该最近呢个位置啦。咁啊，今日巴士厂到此为止，长话短说，身体发热，呢个应该系个飞碟，吸咗啲嘢上去，涂鸦嚟嘅呢个系，咦？有闭路电视喎，应该系呢个闭路电视嚟嘅，咁大胆喺下面涂鸦挑战呢个闭路电视，但呢个影相上面噶嘛，影相天都唔知影边个位置。咁奇怪嘅道路维修啊，第一次见啊，喺英国，架餐齐备啊，部跑车应该走咗啦吧？咦？麦当劳？等我去食下，系咪麦当劳先？俾车买嘅，应该冇堂食啩。外卖麦当劳，车买麦当劳。等我过去夹一夹先啊！头先啲铺路咧，铺路几得意啊！条路咧碎石，应该防滑啩，防滑嘅，防滑嘅。啊，几得意喎！呢个设计，呢啲啊经过啲工程师设计噶啦，唔系乱嚟噶呢啲啊。英国大不同啊，真系。有人同我一樣，見到啲右手邊一樣喺度八卦緊人哋做嘢，好得閒嘅人先至會嚟呢度睇下，因為英國好少有道路維修嘅，以我呢十幾日見到。因為頭先嗰度維修封咗路啊，麥當勞就喺前面，我要行好遠好遠先去到啊，所以我放棄呢個麥當勞啦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下一间麦当劳啦，因为我想去英国第一间麦当第一次去麦当劳食嘢，咁啊揾下一间啦，冇问题嘅。格仔又唔可以拍车啦，正常逻辑啦，阻住条路噶嘛，系咪先？揾到一啲 coach park， 同埋呢个咧就系伤残人士位，咁啊而家就同个英国人咧一齐同我揾紧嗰个位喺边，冇喎、啊、大佬，佢话佢出口啦。咁啊，唔知系我眼大睇过龙啦，定还是系玩嘢？佢就话 motorcycle 系 low charge 嘅，但我亦要拍指定嘅电单车位，但我完全搵唔到电单车位，系咪玩嘢？咁啊，呢个英国人好好啊，呢个英国人，佢系同我一齐搵，佢系顺路帮我搵，我系用我有限嘅英文同佢沟通到，咁我觉得我英文有进步噶啦，因为起码唔惊听人哋讲乜。
聽唔明你就 OK， yeah， hello， 咁就得噶啦，咁就唔使太認真。呢間嘢晏晝兩點收工嘅，咁現在時間係11:39，咁可以坐3小時、2.5小時冇問題嘅，佢唔理你嘅。咁咧睇下我食乜嘢啦，我都係食西餐㗎啦，英國人到英國，唔係香港人嚟到英國，一定係食西餐。英國茶就即係奶茶，就唔會叫 milk tea 嘅，應該，因為我見佢寫住淨係茶。见到啊，就系茶，就一磅，磅冇晒啦。咁啊，糖咧就自己落，茶一磅10蚊，港币9.5港币，即系平过香港喎，系嘛？咁啊抵食啦。跟 burger， 哦，有 cream 有牛油，好似鱼块咁啊，实际系。哇，都幾大個客噶，算係大隻啦，係嘛？我隻手都唔細啊，成塊面咁大啊！我話呢餐係4.5磅，係啦，咁啊算係平嘅，英國嚟計，香港都食唔到啦，係嘛？好啦，我開餐啦，正常好味，按照慣例就唔會再拍片噶啦，唔好食先拍片，潤一潤佢咯。可能是不好吃的，因為我自己不喜歡的。還有那個奶茶呢，你說港式的茶底濃一點，它的茶底是淡一點，但是呢它是香厚一點，就未去到這盾那些那麼薄的陣味，這個味是厚身一點，香厚一點，奶就夠香，我就下了很多糖，我喜歡吃糖的，大致上是這樣了。